你有没有在盖一些奇怪的东西？为什么自己不能乱盖？什么东西啊？其他都恶心。不要这些重的东西了好吗？难道你想要支持隐藏皮卡丘的耳朵？我觉得你应该打我的，不是我。现在应该有更要打的东西。我把他的耳朵藏起来。我不敢看。好可怕！我刚刚原来是转移世界吗？钢铁尾巴。哇啦！天哪！可以耶。好酷哦！又来了，龟龟又在盖一些有的没有的了。我怎么淹水了？还没十二点啊，他出来了！赶快赶快放海绵，我帮你把它吸干。钢铁尾巴打水源。这一版的海绵，现在量太多了，海绵无效。你要吸这边啊，帮我拿我的佛卡下。干嘛一直放半星狗？哎、欸，这个水止不了哎、欸。好啊，这一般海绵不能吸啦。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1.8才能吸。吸。哎、欸，如果把为什么那么多半星狗？因为他带。好。我觉得玻璃比较适合啦。你们呢？我是觉得你们太夸张了。我是觉得啦，你们玩自己睡啦。啊？了这是囧哥吗？囧哥，是啊。哎呦，囧哥出现了。我去杀桃猫啊！啊、哦，你那个桃猫也要杀？我桃猫这样，那个等下 Q 起来啊 ！Q 起来啊！我还是够老了，你的动作我是黑人。讲啥啦？你是那个嘞？你怎么那个嘞？那个啦，在讲什么？那个，你学工都剪这个还是那个？哎，那个，这样整个超丑的、欸，哎，不要这样戴好不好？就是史蒂夫戴那个啊，就是、再戴回去。他整个史蒂夫穿出来耶，他想杀掉他。戴史蒂夫的头，啊、好丑啊！所以戴指令是不是还不能那个？你们可以停了吗？我刚才在想这一句要干嘛？不行，有凯洛在了。哎、欸，凯洛，我们现在都限制300秒。谁要一起喝牛奶啊？300秒而已，好、嗯，没问题，我接受挑战。而凯洛是360秒的男人。嗯，是360秒的男人。最长不过。等一下我荧幕有点红啊！快点啊，宕机！我们可以出四个字吗？你现在红了就这样了。好，四个字。好。就让我想到，那囧哥要跟谁换？囧哥要玩吗？我在吃便当哎、欸，你要我玩也可以啊。谁一直丢牛奶啊？丢牛奶？牛奶不能丢哦。他把牛奶丢到地上。让我继续查水表、哦。不行不行。先丢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希望凯若可以做到我出的节目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来吧。他昨天出了两题。分别是马英九跟之哎、欸、敢不敢挺住？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太难了吧这个？今天我就不知道他会出什么了啦。天哪、啊，哦，敢，我跟你讲，太抽象了。身为一个好吵哦，看乡民，我什么都想好了。我今天就在想四个字的话我会出什么，我想一整天，上班都在想。什么？你的人生有什么无聊的啦？你有必要这个想一整天吗？因为没睡吧，上班很呛，很呛。早上6点去上班，妈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为什么张路你又出来了？二世界是吗？华丽棒的，我有点不受控制哎、欸。好、啊，是小屁孩啊。那所以嘞、啊，我们要出什么？没有重点是谁？谁要玩？嗯。那个瓦力跟乌龟不是玩比较少吗？我可以去打咯，打咯，对啊，看囧哥有没有玩吧。哎、欸，放杜鱼会那个，会、欸、那个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要死痛了，杀死他们。囧哥，你有要玩吗？好啊，嗯，那就那你跟阿金换一下喽，打咯，好，阿金就打咯，你等那么多喽，打。好啊，那等囧哥进来，我们就可以踩板板了。进来了，我已经在里面了，白痴。啊？你看，你马好丑哦，这什么马？哎、欸，这马怎么那么瘦啊？它是这样，对啊，这只马怎么？它小马，好可爱、啊。要打它，好可怜啊！伤害药水打僵尸没有用啊。我知道啊，要救它。铁头僵尸啊！别再放啊！屌逼人啊！
明明个人就是被你们药水打死的啊，白痴哦！你们在帮伤害药水站啊？为什么我找不到药水？伤害药水帮他补血。药水在哪里啊？药水就在药水啊。你是八嘎吗？药水就在药水啊，酿造类啊。哦哦，下面还有。要素我要去采的意思吗？还是我不用采？嗯。不用采。超级吵闹，超级吵闹。如果现在第四个的话，鱼竿不会做到我的节目。这里是野生生态区吗？所以是四个人。哦，四个字就对了。对。一句成语。不一定，不一定要成语啊，看你们喽。好，来啊，可以开始啦。棒棒棒勇哥也进来啦。勇哥也进来啦，可以开始啦。哎、欸，繁星，你要怎么叫一颗头？我要踩喽。他指定啊。踩啊。踩喽，都踩。哎呦，想不到要出什么。进去再想，进去再想，先进去。海路没踩啊，彩金啊，我已经对彩金砖。踩啊，海路没有踩，来踩。开始了。开始。哎、欸，几个字？墙壁有四个字。哎呦。关灯的记得要关那个、哦。完了。嗯。好难哦。今天还有聊什么？我准边我准边这样。我们今天没聊什么，只有聊刚。我来想想我要出什么。四个字啊。嗯。四个字，不要再人身攻击啦！不会，人身攻击像什么？四个字好像有点简单。好，说一些好简单的，好的。没有，超简单。这个，不知道最后会演变成什么。杀死表。嗯，不能人身攻击而已吗？没有不能。不行。而已。那我要改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要丢我隐身啊！哎、欸，是我下一个啊。也不简单，还不知道。这个不错啊。我觉得他做我的题目还要哭出来。哎、欸，我是第一个，太好了。好了，以后要按哪里啊？不用按啊，不用按，贴上去就好。哦，你太久没用了。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哎、欸、咻！等一下，我要布置这个。好久啊！三百秒，出的。有啊，可不可以人身攻击啊？不行啊！讨厌，讨厌，小笨狗，讨厌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你害我好丢脸。好，就决定这个了。我出的题目到第二关一定会完全变样。秃头，我想好了，你们死定了，超难的，超难的。啊，他在 PK 高难度。我啊，我出的超简单哎、欸。来吧。什么？开始喽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昨天。哇靠！干。哇靠！开始了。这超难，超难的啦。干。哦，这是，哎呀。哎呀！哎呀！我这边怎么有苦力怕？哎、欸，哦，吓死我！你该不会被自己戴的头吓到？不是啦，你刚刚以为是飞天隐形苦力怕飞来飞去。飞天隐形苦力怕。对啊。那是监视器，他们在监视我们。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嗯。我 Google 一下。嗯。嗯。这个有点难呢、欸。嗯，这个超难啦。嗯。天哪，这要怎么在三百秒内盖好啦？对啊，你看为什么有怪物？打火石在哪？工具、武器类。哦，工具，工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 building 73秒完成。那个人出太简单了哦，没有很难，是因为我太猛了。
欸，不要丢我隐身哦，我再讲一次哦。好凶哦。不是我丢的。我不是说你啦。我上次跟你说那一张。我不是说。这把按钮可以放地上吗？不行。不行。那什么当眼睛？眼睛在压力板。压力板。我上次跟你说那一张。对，我好了。哈哈哈，超难的啊。看100秒了，我还没盖完。我要吃便当了，刚刚才买回来。是我上次跟你说那一张啊，你想起来吗？每次玩这个，一开始很正常的题目，到最后也都会出现一些刚刚的东西。没错，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的思想就是刚刚。谁呀？你说谁呀？我不是说你想心里面想的刚刚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心里想的。啊！天哪！那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，每次一想到有人在为你的出的题目而烦恼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爽。还记得凯洛第一次玩的时候？我已经忘了，我第一次玩是忘记什么、嗯。穿着长裙的凯。Oh my god！ 是你的，跳长裙。你把你自己改成黑人，你忘了？这是一个。天大的错误，这样好像比较像。好啦，OK 啦，活灵活现。我的天哪！啊，烧起来啦！呵，我觉得我盖的超好，这个如果拆不动，我真的是盖的太赞了。我是天才啊！快呀、啊！300秒给等你们。开始佩服我自己，我也开始佩服我自己。大家都在佩服自己，然后结果到下一个人完全没有人猜对，完全走歪。完啦！玩了两届，玩了三届，我还是看不出来瓦力龟龟的艺术天分在哪。好难哦，这个象形画。嗯，干嘛啦？好了，天哪，这个怎么盖了？嗯。它是轮转的方式是什么、啊？是你下一个人吗？你出了题目，然后上一个人做你，还是下一个人做你？不确定，忘记了。小的做数字大的，所以上一个人做我的。啊，好难做，不是？好了啦，300秒了，当。当啊。还有两个人，哦，当 building 了，已经好了，要给艺术家一点时间。哇，嗯，连凯洛300秒都 OK 了。这个隐形人是谁啊？嗯，他们是观众在旁边逛。哇，应该是狼儿吧？好了，哦，来了，猜了。哇塞，太 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这是什么？这什么猎奇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看、啊、我知道，我看不懂。哎、欸，我直接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看不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懂。这就是你花了73秒盖出来的东西吗？我他西。对啊，这感觉30秒就盖完了，应该是你盖。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我整个超会猜啦。我看不懂啊，这是什么啊？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
这啥？盖的真好。这到底是啥？知道了。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啥货的？看无？我看不懂。耶、yeah.。哦，这是英文哦。叮叮叮！啊，我看懂这个了。那这是什么？瓦力丑死啦！瓦力很丑。我猜的时候都会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、欸，剩你。太渣。剩我。想不想昨天的对话？你在干嘛啦？我真的忘了。不过我可以根据他上面给的猜一个。我来改一下标题。好了。嗯。开始喽。啊，好难哦。好难哦。看，开始出来歪楼了，歪楼了。太难看了吧。开始歪楼啊！我的天哪！我喜欢这集。哎、欸，这是我最爱的动画。就干呢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敢挑战我最会干的东西！这怎么盖啦、嗯？骨粉在哪？骨粉在杂饲养，材料。材料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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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会长大？哦，有了。不会长大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你在干嘛。啊！骨骼坏掉了。骨骼坏掉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认真盖完，再认真。什么？两分钟这样过了？很难。有罪恶感。再看一次题目。好了，当 building。干，完了，刚刚盖错了，然后我不小心把当 building 按钮打掉了。再继续。再把按钮放回去就好了。真的、哦，好，那我按。然后里面一定还是要先放个砖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赞啊，不错不错，我觉得我盖得很好。赞，我今天出类拔萃，盖超快的。哦，我也是，天赋异禀。我人生失败。不要这样说自己。勇于承认是好的。这样有感觉吗？这样有感觉吗？没败。
不错不错。完了，完了。既然大家还没好，那我再改个两笔。是，糟糕了。怎么了？我不小心在当 blue 顶底下按了岩浆膜，该怎么把它取消掉？盖石头在岩浆呢，不然就叫狼儿 TP 到你那边帮你解决。还是很赞哎，怎么改都很赞，怎么回事？可是我觉得我会误导他哎，我有点头痛，我去吃个药。好，先，好棒。好了啦，那请我该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好了。拿回去。啊，剩二十秒。再有几个小时间才方便，然后我该怎么办？太难啦。